接见这三个病人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我是人际诊所的医生，躺着的三个病人，我有权利替他们检查。哦，这是我们东亚医馆和王三桂之间的事情，其他人不可以插手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中国的地盘，躺在这儿的是中国的同胞，而我是中国的医生，我有权利，也有义务替他们检查。说得好，中国的地盘。 5年前，我们打日本红军，前清松松地占领了济南，你们的警察连屁都没放一个，悄悄地溜叫了。后来，要不是我们主动撤退，小姐，你站的这块地方早已经不属于中国的地盘了啊！给我闭嘴！给我闭嘴！ 小鬼子在我这儿，还想翻了天啊？哼！爹，他们太欺负人了。钟好啊，哎，把鞋。 捡回来给我穿上。哥，百会涌泉。 把你娘带回去吧，多大点屁事啊！舞刀弄枪的，回家去。走吧，走吧哦。我说赵老板，这事儿可闹大发了，怎么把我妹妹田大夫也给惊动来了？你是王怀远先生？ 王怀远就王怀远，加他娘的啥先生啊！我听着闹得慌。カナ、はい。秋の君はもう王様の予約へ行ったのか。はい。もうあなたの指針で通りに彼はもう一つできました。また気を緩めてはいけない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 三儿，收拾他！哎呀！哎呀！你，不是，哎，吓着我家三儿。 赵三，田小姐，佐藤先生，我非常气愤你们日本人这种不道德的做法。佐藤先生，你必须向我们中国人道歉，这是强盗行为。王三，身为日本人，我对我的下属犯下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深感内疚，请您原谅。
哎，你看看人家，在济南就待了十几年，从来没干过偷鸡摸狗的事儿。看来哪个国家都有好人坏人，是吧？是。嘿，嘿，嘿！王嫂。 说事儿没事就往金石大药房跑啊！是啊，李座，一开始我也觉得没啥，可是你没看到啊，那个姓王的对小姐那个样子，我是实在看不下去啊。所以我就来跟您说一声，别到时候啊，那个姓王的把小姐给祸害了。你听见了，闭嘴！他敢！李座，我这不是给您提个醒吗？咱们要做到防患于未然不是，要不然这事儿真要是出了，咱们哭都没地儿了。白家呀！ 没想到送他去养血堂读书，学回来的是没羞没臊，给一个土郎中做小。绿座，可不止呢，那个姓王的还带着两个半大小子呢，全济南城的人都知道，那个姓王的跟他小姨子住一起了。你，那两个半大小子都管他小姨子叫娘了，你说这关系得多乱呢？你说，那不是做小了，那都做三房了。我记得三个胆儿。 敢动错一个手指头，我杀他全家。这三个病人情况稳定了，按时服汤药，准好。王大哥，哎，你们中医的急救技术啊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那感情，有空你能教教我吗？好啊，哎，还是算了吧。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你老过来找我。 别人会说闲话，怕啥呀？我都不怕。王大哥，其实我有一件事儿一直想跟你说。说。我喜欢你。其实6年前，我第一次在战场碰见你，你的医术，还有你身上的那股劲儿。 我怎么也忘不了。后来，你又治好了我的腿。再后来，你离开济南，我以为我再也碰不到你了。没想到2年以后，我在这儿又见到你。麦穗儿，你别往下说了。你的心思我知道，可我老觉着咱俩不合适。光这年纪。 差一大截子，年纪大怕啥？我娘说过，年纪大男人更疼女人。我娶过亲，我知道。可是春桃姐已经过世6年了，这6年来你一直没有娶亲，已经很对得起她了。再说这几年。 有很多人跟我爹提亲，我都拒绝了，就是为了等你，麦穗儿。王大哥，我今天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，你给去通话吧。麦穗儿，要说我不喜欢你，那是假话。 你正直、善良、有学问，你长得又俊，可是我还是担心。行了，不用说了，有钱办到就够了。吕座，只要小姐愿意啊，不管她对姓王的怎么样，我刘秉才死都值了。吕座，我高攀了。
说什么呢？乱七八糟的，我都没听明白。哎呦，这头疼的厉害！哎呀，吕座，您别撞啊！你说，我说的您要是不同意，这也没关系。使点劲儿啊！哎，还哪儿啊？脑袋还使劲儿！哎，吕座，要不叫医生吧？不用。哎，好多了。禀台啊，哎，你的话我记着了。 岳父大人在上，受小婿一拜。哎，哪儿跟哪儿啊！我没答应的，你倒来得快。报，吕座，邱衍那小子来了，没见着头疼吗？打不打走？他说他有急事儿。啥事儿？他说王怀远带着小姐欺负日本人，还让您秉公执法。我秉公走走。他们上车，小姐们，不太清楚。他娘的，敢在我头上动刀！大几个弟兄，把东岸医馆砸了。吕座，这样不好吧？这不是明摆着跟他们过不去吗？ 而且明显是王怀远惹的麻烦，把小姐给连累了。你脑子进水了？我让你光明正大去砸了吗？找几个弟兄扮成学生，扮成老百姓，反正打日本人吗？是。小日本，给我出来！弟兄们，给我砸！小日本。 この中国人め、勝ちりと一旦もよ合わせなければならん。すぐ天山に呼べ。我々は公園が必要だと。すぐ解決しろと。はい。おへ、待てろ。 田旅长，一直有中国人去我们医馆闹事，这件事务必请田旅长解决，否则我们找到日本侨民理事，事情就不好说了。而且，在韩主席那边也不好交代。中国人闹事？我听说你去金石药房闹事了？那是我们医生之间切磋一说而已。你是个武士啊？ 什么时候成了医生了？田旅长，我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田旅长对这件事情要有一个公平的交代。这事儿不归我管。田旅长，佐藤先生认为和您是老相识，所以才请求您的帮助。老相识？我他娘跟金石药房还老相识呢。邱先生，我们吕座。 只负责城防事务，这治安的事儿，我看您还是找警察好吧。可是，行了，别跟娘们似的磨磨唧唧的，带几个弟兄，把东亚医馆保护起来。再有闹事的，给我抓回来。大明子，大明子，师傅呢？大明子，大明子，警官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把他给我绑了！哎，哎，同志，你们凭什么绑人啊？ 啊！你干什么呀你？你少来这套，把他给我绑了！哎，你敢？你要什么？抓人啊你！你去干什么的？你管我干什么的？你放了没？有人举报你们收藏虎七军犯人三个，现在人证物证全在，有什么说的？高警官，是谁向你们报的案呢？这是你该问的吗？带走！哎，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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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换套衣裳。换什么衣服？日本军装。五卅惨案，日本人在济南杀了我们中国多少老百姓啊？你们这些扛枪的都哪去了？抓起自己人来，你们反应倒快啊！韩主席不了，抓住共党嫌犯跟虎骑军，包括旧制度，严惩不贷，全部带走！带走！带走！来，放手！你敢动我，把他一个绑了！嘿，敢！太好了，你真厉害！哎，你很快就能高升了啊！尤其是他，你捆不出血印子来，你他娘的就是孙子！一个嫌犯，你神气什么？我神气啥呀？我就是想让你把我们这的人都带走，带到独立旅，到田旅长那儿去领赏。什么？你们认识田旅长？认识不认识的吧？到那儿你就知道了。这话说的，我也是秉公执法，有什么事儿到时候都好商量，是不是？来着，松宝，回去到局里录口供，把事情查清楚就行了。松宝，快，松宝！我说长官，这刚缓过神来，北还没找着呢，问个啥呀？我说你缺心眼儿啊！哎，你看看，就这些人，啊，一看就是日本劳工，病得还不轻。来来来，啊！你瞧瞧他们这脸色儿，一看就是常年的不见阳光，不是挖煤的，就是挖铁矿。那虎骑军天天钻林子上山，能有这脸色儿啊？来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腿上还有煤渣子呢，愣说人家是虎骑军，是秋野告的状吗？这虎骑军要是天天挖煤，还跟你们打啥呀？他们那么多闲工夫。王大夫果然见多识广，小弟眼拙了。你不是眼拙，你是眼瞎。来来来，看见没有？这位就是田德贵田旅长的千金，你要是不怕死，就把我们带回去。哪儿敢呀？看什么看？快走啊！是。这上面都写的啥玩意儿啊？这告示啊，是第三军独立旅出的。告示上说啊，独立旅前几天啊，活捉了土匪虎骑军的匪首梁鼎山。杀人呢，这是。明天正午要在南门外法场处决。当走狗，如今给韩福举当马骑，
大爷我落在你手里，真应了那句老话，虎落平阳被犬欺。虎落平阳，不错。想当年你梁鼎山顺风顺水的时候，兵强马壮，人数最多的时候五千余众。当年的张宗昌张大帅，现在的韩复榘韩主席，都拿你虎骑军当心头大患。我跟你作战五年多呀，次次血战。蒙山一战，我差点让你端了我的指挥部，到现在都落他们的脑子疼。可现如今，你梁鼎山气数尽喽。哼，气数尽，胡思汗威不倒呢，就凭你也想逮住大爷？你何大爷尿啊！你他妈找死你！你甭管我怎么逮着你的，胜者王侯，败者贼，自古都是以成败论英雄的。今天我逮着你了，哎，我就是赢家，你就是输家，你梁鼎山再没翻本的机会了。南门外法场，我亲自践行，我一刀一刀的，我千刀万剐，我用你的肉祭奠我的弟兄。哎，怎么了？谁知道啊，我这问了一路了，就是不说。你倒是说句话嘛。你急什么呀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？刚才那两个人你认识吗？老乡，哥们儿，怎么了？王大哥，我真是白认识你了。你不光是个大夫，还是个土匪。你这说啥呢？这是。刚才那两个人不是车夫，是土匪，是虎骑军。他们要绑架我，他们要拿我换他们的总旗主。这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我要知道他们是这事儿啊，我早收拾他们了。信不信由你。再说了，就你爹那种人，不知道干了多少缺德事儿，找他寻仇的人多了。你以后上街啊，还是找几个保镖吧。今天是赶巧了碰上我了，以后不一定有这么巧了。哎，对土匪就得手黑，看见没有？死定了还不服软？所以要斩草除根吗？除不尽闹心。哎呦，我这头疼的呀！小姐呢？啊，小姐还没回来呢。派人接。梁鼎山在我手里，你们得多加小心呐。我可知道土匪绑票的本事。吕总，要不我去看看。你留在这儿，派特务连去。赵大哥，你刚刚听见枪声了吗？什么枪声？我去杂货铺，碰到了几个特务，老肖头。怎么了？他为了掩护我，他牺牲了。现在只是查到了一个杂货铺，他们还想不到我这儿。看来我这儿
还能撑一段日子。倒是你，老王说的对，你日后要格外小心的。嗯，现在又多了个虎七军，你行动的时候要格外的留心的。知道了。张老板。哎，有客人。好嘞。报告刘副官，嗯，通往仁济诊所路上的人我都给你布好了。我跟你说，发现可疑的人立即抓捕。是，听见了没有？你们两个留下，其他的跟我走。干嘛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说对了，赶快走！使点劲，快点走！把嘴闭上！快走！报告刘副官，什么情况？我们刚才抓住个车夫，他被打晕了，从他嘴里知道小姐被人给劫走了，在哪儿？就在井口巷附近。命令，全城戒严，抓住劫匪，警车间。是。小姐，回头我可找到你了。回头，哎，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他们两个是我诊所的伙计，送我回家的。伙计啊，小姐，俺这肚子，哎呀，那个没事了，你们回去吧。谢谢你们啊。好，快走吧。好。哎，小姐，哎呀，坐着，坐着，你吓死我了。你没事吧？啊？没事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怎么找到小姐的？啊，还好有两个伙计把小姐送回来的。什么？两个伙计？啊，就是诊所的伙计啊。往哪去了？往那边去了。什么伙计啊？劫匪，抓住他们！快点，跟我追！不是你干嘛呀？小姐，我送你回去。哎呀，我送你回去。你快停啊！你想气死爹呀？为什么不早回家？你喊什么呀？我不喊，我不喊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小姐，吕作急的头疼病都犯了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啊，不许再上班了，就在家待着。要是敢上班，我把诊所给封了。你没有权利封我诊所。小姐，你再听听吕作。你给我上来！给我回来！你想回来？吕总，消消气儿，您坐着。你说真不懂事。那俩劫匪呢？正在抓捕，抓着就枪毙。三哥，三哥，三哥。兄弟，哎，你这是上火了，赶紧进屋。奶奶的天大棒子！百汇永泉，你们回屋去，这儿没你们的事儿。我们能帮上忙。睡你们的觉，林先生，把箱子给我拿来。哦，那我出去看看动静，怎么样？问题不大，子弹打出去了。哦，哎，团员，我去准备把车，把人往药房转移，这儿不安全的。好，越快越好。好，王大勇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以后这种废话少说。兄弟们，给我围上！
三哥，好了没有？好了，赶快走。上哪儿去？当家的说了，不能连累上去。走，走。开门！三哥，我去把他们引开。别出去，出去就没命了。银杏，把他们俩先藏到仓房去。你们这是？这不是刘副官吗？刘副官，咋了这是啊？深更半夜的。苏城，刘副官，我这院子里啊，除了驴，连狗都不养，搜个啥劲儿啊？王大夫，我们田旅长有令，要挨家挨户的搜。谁是窝藏虎踞军的人，我就地正法。枪毙，那就搜吧。提醒他们小点声，我儿子明天还得上学。好，走，给我搜，轻点啊，来，轻点。你是把爹往死里逼呀！说什么你也不能跟他弄到一块儿去。逼急了我，我把他头吊吊着，我砸死他！我，你要是敢把他给杀了，我就跟他一起死。不信你试试看。你是要气死我呀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图他啥？他不就是个土鳖郎中吗？还带着两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小姨子。你我不听，不听，不听！哎哎哎哎，干啥呢？干啥呢？拆房啊！哎，瞎叫喊什么呀？啊，老实点！报告，房间里没发现情况，只有一小仓房门锁着，咱搜还是不搜？王大夫，不是，那就是一个小仓房，放中草药的，搜啥呀？那可不行，你呀，还是把仓房门给我打开吧。别，那里边放的都是贵重的东西，你给我弄乱了，我啥时候才收拾好啊？让你们干点什么都拖拖拉拉、磨磨唧唧的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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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，干什么呀？别动！干别动！干什么？别动！哎，别动！师傅，别动！师傅，哎，这是我家掌柜的，你们抓他干啥呀？哎，老总，赵营长。哎，这不是刘副官吗？哎呦，这可有好些年没见了啊！不是，您这是执行公务。怎么，当营长的跟大夫混一块了，生意不错吧？嗨，忙忙乎乎呗，这不是弄点药，还得听人家的，大半夜折腾人呢。都是你们柜上的？那不是柜上的，你们当兵的能帮我干活？王大夫，问一问没坏处。是是是啊，好了，走吧。好嘞，辛苦了，各位兄弟，早点回去歇着啊。
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我还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哎，你那鸡在哪儿杀的？哪有血就在哪儿杀的呗。就在哪儿杀的。查血迹，他们跑不了。来了，把他们两个给我押去。好，过来，过来，哥，我估计今天谁也跑不掉。那怎么办？我得想办法。你年岁小，这世道的事情知道的少。我跟你说，爹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再说了，我这辈子愿意跟谁在一起，我就跟谁在一起，不用你管。我白活哎！我哪根筋搭错了？我让王怀远给你治病啊！我还不明白呢，王怀远到底哪儿不好啊？你就那么看不上他？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。我对不起你娘，你娘为了我活活的被仇家给烧死了。我答应过你娘要把你拉扯大。春儿，你就是爹的命啊！我不能眼看着你毁在王怀远手里呀！就算毁了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你就作死吧，你，你就作吧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在学校里学的那些玩意儿全是共产党的东西，现在倒好，非要跟这么一个老东西。你是嫌我死得慢呢？你非要逼死我呀！你嫌我死。爹，爹，爹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爹，来啊，把虎骑军的人犯给我带上来。走，哎，走，快！强盗！不是对面哥，你们这帮祸国殃民的强盗！什么人？别动！别动！谁敢动我儿子一下试试？娘，你别怕。儿子。我今天在京师药房，跟那帮欺负咱们中国人的东洋人打架的时候，你们这帮当兵的干什么去了？啊！我的手差点让他们给剁了。那帮日本人，在咱们中国人的土地上，拿着东洋刀明晃晃的要砍我，就没有一个警察和当兵的去阻拦他们。你们这手里的枪，手里的枪是打咱们中国人的吗？啊！这院子里的血是我流的。我哥怕我娘伤心，给我包了起来。不信你们去调查，整个济南城的人都知道。你们如果看见喜的抓人，把我抓走得了。来呀，把这两个小兔崽子给我押去！哎，快留神啊！别动！刘副官，看来你非得抓住这事儿不放。那好。从今往后，咱们的交情一刀两断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什么小姐的腿、旅长的头，我一概不管。不信，你就走着看。我要是动一手指头，我姓你的姓。刘副官，嗯，团座头疼的晕过去了，又晕过去了。这不是小姐让我过来请王大夫，赶紧过去给看看去。不去，打死我我也不去。你们另请高明。王大夫怎么还不来呀？爹，你别着急啊，已经派人请去了，一会儿就来了啊。孙儿啊，这头疼的我呀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先躺一会儿，别着急啊。俺的娘！今天你不去。崩了你！好好好，我去，我去还不成吗？刘副官，犯不上动枪吧？哟，田旅长，您还亲自来了？跟我动枪，你也配呀？哎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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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刘副官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哪有拿枪请人看病的？待会儿我让他去还不行吗？
砸这个门，这个门，啊，往前看了啊，哎。三哥，恁这个金针。俺好像在哪儿见过呀。冲天岗，男儿一笑别爹娘，弃鞋在沙场。拼的是钢烈，拼的是脊梁，一根金针伸到墙，寸土都不让。哎哎哎哎哎哎哟，正义感天地，汉。